後咧，亦都研究咧擴大呢個聯賽規模嘅一啲可能性。咁啊，我已經約咗康樂同埋發事處嘅經理啊，張經理啊，咁啊會就頭先所講嘅嘢作出研究。咁啊，當然啦，除咗好多資源嘅配合啦，亦都要在座咁多位啊足球員同埋一啲喺元朗區搞咗多年嘅一啲社區熱心人士嘅力量支持。咁咧，希望啦喺來屆咧，將呢個元朗區足球聯賽搞得更加成功。咁啊，最後謹祝代表代表元朗區區體會多謝大家嚟，亦都祝大家身體健康，身心愉快。好，唔該曬，梁議員。